南投的这个私立南开科技大学两地研究讲要用捐赠的方式来退场，啊，要捐予这个国立的暨南国际大学。啊，不过这个南开上百位的教职员是肯定学校这边是乌箱作业，嘛影响到因的工作权。啊，教育部这边是强调，起码也袂定案。南开科技大学研究捐赠校舍，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，七号引起了上百位教职员工不满 Q 暴调抗议，因组成教职员工权益促进会，提出谴责乌箱，反对停招及作捐赠，保护工作权四大诉求。我们的财务状况都没有问题的状况下，那马上就要停招，那真的是措手不及，而且老师的生涯规划那些都是没有办法。临时准备的哈。邱进辉表示，关键案并无甲教职员工沟通。今年五月十七号，雄雄伫咧行政会议宣布消息，隔两天董事会议马上做出关键决议，认为是校方乌箱作业，也危及了工作权。结果进前南开科大并无回应，干那伫咧官网发表简单的声明，强调校务运作正常，为着维护师生伫咧两个学校上一阶段的权益，会持续来办理112学年度的招生。教育部是强调，目前也搁伫咧以上征询的阶段，也未定。目前的进度是学校还没有进入到实质的捐赠程序，现在只是在征询国立暨南大学这样的一个意向表达，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停办这件事情。教育部表示，若是双方民众有意愿，后续也该校部会议来通过，才会启动捐赠的程序。目前来讲，也阁尚早。暨南国际大学是讲，两校商议也未正式定案，因此无对外回应。后续会召开师生的公听会。记者南投报道。